姐姐，我是通过二维码加到您的，谢谢你。你好，谢什么？我看了你发表的文章，姐姐，你说坏人都能下地狱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。那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有天堂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怎么了？ 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真想看到他们下地狱。谁？他们是谁？地狱空荡荡，恶魔在人间呐！我咋越看越像遗书啊？不要想不开啊！楼上千万别这么说。 现实就是这样，充满丑陋不堪。喂，静儿。喂，静儿。我在我们处的公众号平台上看到一个评论，写着“我憎恨这个世界”。你说这谁写的呀？他会不会想不开呀？哎呀，不会的。要是想不开，早就嗯嗯了，哪还有时间在网上评论啊？这不是小孩儿。 可是我怎么总觉得好像有事情要发生啊？你们检察官是不是都那么疑神疑鬼啊？不用想那么多的啊，网上这种人多了去了。可是，我别可是了，赶紧睡觉吧。不跟你说了，我先玩游戏了，拜拜。喂，哎。